我可以这样说啊，炸弹人这个英雄他是不怎么适合上分的，你能不能理解我说的这句话？就是你有更多的选择，你喜欢玩 poke 类英雄，有维古斯可以选择，对不对？有火男可以选择，包括后面会出的大眼睛也可以选择，还有很多呀，安妮呀，安妮有爆发，还有这个消耗。炸弹人从各个角度来分析的话，他并不是一个适合上分的英雄，除非他有个大加强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你如果说喜欢玩这类英雄，我建议去练练维古斯，它会让你上分更快一点，而且会简单很多。这个 AD 还是蛮血，先攒个分。他死了呀，击飞。还有很多英雄。哎，对，炸弹人没有任何 carry 的，不是比较难，是基本没有任何 carry 的。就像你选个莫甘娜中单，他有 carry 能力吗？除了坐牢就坐牢啊！我感觉能抢到，抢到了！你打不过我呀，兄弟！你打得过我，老弟儿？啊，小小赵信跟我永恩打架是吧？而且还是没抢到先锋，没抢到河蟹的情况下。我触发的这个致命节奏，没人打得过我。早已走过一遭。困扰了你几个版本？这波上路很残，有个标记。你又跟我打架是吧？你没闪啊，贝贝。克斯 AG 哈斯接双剑滑斩，打了我死了。哎呦，我他妈了个！我没补装备，我怎么冲塔里去了？我这不该打这个狗头了。这波我以为我有大可以杀死他。自信了，打了波一换二好亏，不过我们快速回了个家，还浪费了个大。这波中路在上面发骚，我们得帮他补一下线，把他杀掉了。算了，小心攒个分，他再过来骚他就要死。下路打起来，下路在越塔，下路一滴血，咱们过去看看。这波他吃果子吗？不吃啊，直接回家是吧？你走不了一点，宝贝。先杀一个再说，这个好像也能杀，把他果子抢。喝塞！我有分，双剑滑斩，风吹起来 ，W 带走。我死不了，死了没关系，死了刚好快速回家。他们这波下路兵线吃亏，我们有一件套了。哎，对，你玩炸弹人也可以玩一下酸辣粉萨拉芬尼，这个英雄虽然说也不厉害，但是他的手残，他大招有用。有的时候萨拉芬尼开一个好大很容易打一波翻盘。他跟炸弹人是一个性质的英雄。下面又在打他，他们支援一下。这个卡莎死了，咱过来。西瓦子接哈塞 ，A 接，指我太对了。金蝉脱胶到这边来戳一下，吹起 A 接拉回来，接闪现哈塞一下带走，加盾接哈塞接 A 接带走，完成三杀。学会了没？这波十秒钟还有时间回家补个装备吧，补个大剑。我们可以先拿先锋啊，
先拿先锋吧，这把需要一个韧性鞋，对面有个狗头，他肯定团战给我阳尾，给我阳尾的话我就很难打出效果了。先去拿个先锋，一 Q 两 Q， 赵信估计也在拿先锋，先吹过来，看到没有，他打算过来拿，只是比我慢了一点点，先攒个分。这波注意我的细节，金蝉脱壳，击飞 AJ 双剑滑斩，直接带走，回来打先锋 ，AJ Q 一下，好 ，Q 两下，把这先锋先秒了。他还有12秒复活，我们可以拿双子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猜赵信会来上路吗？我看看直播间有没有聪明的小伙伴。好，这边直接把中塔撞了，中塔是1700刚好撞掉，攒个分。远离敌方，萨勒芬尼，跟我过来。这波金蝉脱壳吹起了 AJW， 先拉回来打一波消耗，来个不着急，等他 Q 先。好，大赛 JW 直接带走，打一波小龙，下面好像被杀了，先在龙上 Q 一下攒个分。这波我两秒 CD E 上来吹起 WGA 接扯接双剑滑斩，直接 QGA 直接秒杀，打出死亡闪现，继续打龙。防御塔筑城即将脱落，这波狗头过来了，狗头的话也能杀，三打一。好，斯拉芬尼大招打到我了，我们有自制韧性系，你看他控不了我多久啊。清波也怪，永恩这个英雄很吃后期的，后期基本上没有天敌，基本就是你瞄我，我瞄你，但前期会比较弱一点，两件套之后开始发，就没有这两件装备他是没输出的，所以永恩很多玩家玩不好的原因就是前期爱打架，前期只有必胜的情况下我才会去打架。这波上路没打过，我们先过墙，攒个分，一 Q， 他好像打得过，两个 Q， 点波标记 ，Q 技能快速晋升，这波直接双剑滑斩预判秒杀，拉回来继续打一关，主 Q 辅 E 啊，一定要配合好野怪攒自己的分，在野区就可以行动力比较快。这波萨拉芬尼在这边，我们先攒个分，从这边过墙，扫描起手让他看不见我，然后在。石头没有的话我们直接走过来，这波有闪应该能杀，金蝉脱壳接 WQ 小兵接闪现过来 AJQ 接 AJ， 给他吹起 A 城带走拉回来，学会了没有？为什么要 Q 一下小兵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在近身的时候能打出风来，先 Q 一下 Q 两下，这波金蝉脱壳给他吹起来，来个 W 接 AJQ 接 A 城 AQ 一下，再来个击飞，好，时间不够先过来，我七秒大招他肯定不会走，因为他要吃这波兵，我们三秒大招，好 Q 一下 W 接不着急，大招往回拉，再 Q 一下，金蝉脱壳先拉开弹开，来个吹起接回来接加盾，没加上 W 已经 CD 状态了，但是没加上盾啊，加上盾可以杀一个。这一波的话也是被日女终结了，并不是很亏啊，我的头给谁都不太好，给日女是最好的，刚好回家补个装备。这边拆了个塔，咱们多多发育。新版本大螃蟹看着不错，哪个大螃蟹？一 Q， 两 Q， 他的蓝不在，先杀狗头，狗头没大没闪。这波注意我的细节，好，没野怪，没野怪往三狼走，先扫描看有没有野，三狼也没了，说明他们打野在上路，先来个金蝉脱壳 Q 一下 WG， 不着急鞋子加速 Q 两下直接减速接双剑滑斩接 Q 回来，接不着急再 Q 一下 AJ 拉开，他没大了，好，是你没指到我，先 Q 一下 W 加盾接 Q 两下直接减速接过墙，不着急 Q 一下直接减速拉开加个盾，好，别急，三秒 CD， 这波金蝉脱壳接 Q 一下接 Q 两下拉回来，怎么了，风先跑，高兴要戳我，这波非常灵活，但是我血量很低， WQA 先秒一个再 Q 一下，现在身上有风他可能要飞我，别着急等他飞，好，
经常偷叫就吹起来接 W 接 Q 接拉回来，不着急，这波血量很低了，看这个中单能不能杀完，还没杀完，我们这波蹲一下，三秒 CD 他不知道我在这里，来个经常偷叫接加盾接 Q 接 A 直接秒杀，这波视野卡的可以吧，兄弟们，全部杀完，可惜他们冲而不啊。回家补个装备。螃蟹，厄加特嘛，厄加特玩上单很厉害的。先锋刷了。有的时候，我也忘记了这面具之后的真面目。我先锋队友哪里？我的蓝被哪？咱们先去把狗头杀了，攻击敌方防御，狗头不带了，不带了，我们先把双木线带过来。亚扎卡纳奇，我将终结他们四人，抢掉，再 Q 一下，再过墙，再 Q 一下，再 Q 一下，没 Q 到，再 Q 一下，金蝉脱壳。他死了没？没死，可惜了，差一点。W 闪 QA， 再 Q 一下，再来个吹起，带走 ，Q 一下，再 Q 一下。这波狗头没闪，经常脱脚，吹起 W 接 A 接 Q，A Q 一下，不着急，来个吹起接拉回来，他交闪，他上一波没交啊，行，狗头又没血，咱们直接一波，来个 WQA， 没用 ，QA。Q 不着急，经常脱脚 Q 一下金身规避伤害，这不注意我细节，先回来。他直接大招给我甩死了，这赵星宇。他看我金身要我命啊，这个小伙子。来个穿甲弓吧，打狗头有点慢了。我回来我可以拿风吹走的，我身上有风的。但是很可惜他给我甩死了。今天我们妹子说上阿超的车会紧张，不要紧张呀，阿超是暖男啊。恶魔形态诡异，不要紧张啊，你像我平时说谁坑啊谁坑，那都是节目效果，那都是说男的坑，我什么时候说过女的坑？攒个风，经常脱脚吹起来 ，W 接 A 接 A 乘 A 直接秒杀 ，A 接 Q 接双剑滑斩，增加大招时间，先回来再 Q 过来，再 Q 一下，他死了，他已经死了，别着急，他们三路已经全破了，先 Q 一下三狼，一 Q 没狼，没狼没事儿，在这蹲一下，肯定有人出来清线，三、二、一，不吃线。在那边试一下，一 Q W 接 A 接 A 不到，经常脱脚，直接减速 Q 一下 ，OK 晕住他 ，OK 逃跑小王子，通往幻灭的路，逃跑小丸子，来拿生意，先过个墙。金蝉脱壳，看一下视野，双剑滑斩 ，QA 拉开，这波没中没关系，中了就杀，不中就无所谓。我现在不靠大招的，金蝉脱壳 WQA 连秒杀拉过来，别急，注意我的细节 ，Q 一下小兵，好，想大我金蝉脱壳，金身规避伤害 ，WQA 闪现拉过来 ，AJ 吹起，直接秒杀，没秒掉，金蝉脱壳 A 一下 Q 一下。先拉死一个再说，再 Q 一下 W，Q 带走。哦，这波被他秀了。哦，这波被 ADC 给秀了，没有 Q 到他，被他秀了一下。没事，一波拿下了，能拿下吗？好像拿不下。被他秀了一手，这个 ADC 有点东西啊。你妹子可以上车，妹子也可以上车。上车了，你们要是喜欢打辅助，或者是想要一个好 AD， 我也可以玩 AD 的。
你们妹子想要跟我甜蜜包下，我可以给你们甜蜜包下，让雨冬答应。对面为什么不还不投？这都说不到。来拿增益。为什么还不投？一 Q， 一 Q， 两 Q。金蝉脱壳吹起 ，W J A 接 ，A Q A 斩 A Q A 拉大 ，A Q A 直接拉死，他死了，这波过强还不死，挣扎 ，Q 下赵信，别着急，他想杀我，对面想杀我被吸到了，怪了，这波有点难受，金蝉脱壳 W Q A， 再 Q 一下，拉开，来个风吹起来，没吹起来 ，Q 一下 ，W 接 ，Q 一下 ，A 接直接带走，一波拿下，还有个谁？赵信来杀我吧，秒杀，我死不了。学会了没有？大师可以上车啊，想上车的朋友加这个编号，加这个编号就可以免费上车，看到没有？我们现在玩的是大师的五排，基本上是宗师的五排吧，宗师的五排啊，46分的，拿下 MVP， 打了46000，扛了19000。这把是双数能赢啊，给大家结个账。双数能赢啊，咱们下一把。